前尘往事你忘了便忘了，我既望着你记起，又望着你，永不再记起。 赵又廷主演的陆剧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掀起两岸仙侠剧热潮，最近大陆更出现山寨版的人物蜡像，不过做得太粗糙，引来网友毒舌批评。山寨版的夜华君跟白浅姑姑乍看之下不止变胖了，而且越看越像葬礼上常见的纸糊娃娃，根本尊一比。网友说简直就是黑白无常，剧中的东华帝君帅气有型，不过他的山寨蜡像却是长这样。甜美可爱的白凤九也变成毫无血色的恐怖蜡像，有人直言真的惨不忍睹，丑出新天际了。电视剧热播，周边商品更在网络上热卖。你的这双眼睛，我用得甚好。夜华，你放过我吧。 杨幂的这块遮掩布在淘宝上卖到缺货，还有夜华的假发凤九的耳环，从服装道具到饰品，举凡剧中人物同款商品，淘宝上应有尽有。只能说脑筋动得快的商人就是抓准机会大捞一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